妈妈宝宝嘟噜嘟嘟。3到4岁的孩子，除了对数字辨识记忆之外，发展过程可以知道大小多少的概念。此时可以教他们数字、序列、数量，来增加孩子们逻辑思考的能力。除了会背诵之外，对数的保存概念也比较完整。例如带他念1、2、3，他会知道1的后面是2，2的后面是3。此时数位概念已经逐渐发展完成。善用字卡来陪孩子玩点数，指一颗苹果数1，指两台汽车数2，让孩子们了解一对一的对应以及初步的点数概念。在玩具的选择上，因为孩子们的手部精细发展越来越成熟，可以透过收积木的时候教他边收边数，或者在叠积木的时候边排边数。数数呢，牵扯到很多空间概念，建议多玩拼图跟积木哦。小班生同样会学习数字的辨识、序列、数量有关的点数，同时也会着重在手眼协调的能力发展。如何分辨宝宝不懂还是不听？当孩子不懂的时候，可能会露出疑惑的表情或是答非所问。当他们出现拒绝学习的态度，建议可以从探索积木开始，建立孩子们对形状以及数字的对应关系哦。妈妈宝宝，谢谢你的观赏，下次再见。